呢，号称街舞界哈，通常把要丢这个工具人，他大概就是工具人的第二名的角色。好，可能做恶忘一，做一忘零。好，我们来自台湾最帅的 Lucky 团体 PHD。奇怪的黑怕这个 Lucky Solo 算是独树一格，每天都很期待他到底会跳什么东西。